跟我爸在一起，还能当做没事在我妈的咖啡厅进进出出，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嚣张了一点吗？佩慈，妈已经知道你们的事了。佩慈，很遗憾的，我必须告诉你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再问我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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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冷静点啊！吴姐，你的电话。喂，我是吴潇潇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初恋的情人。